前和罗晋合作拍摄悬疑剧《乌云之上》，两位实力派演员合作让粉丝都相当期待戏剧的播出。不过近期戏剧就传出争议，有网友透露该剧在温州拍摄时有几场是在菜市场的戏份，剧组在正值高峰期下午四五点将当地的菜市场封起来，导致民众无法买菜，摊贩也无法做生意，而刚好又处于下班放学时间，剧组竟然警告民众不许大声喧哗，恶劣的态度就让网友纷纷愤怒留言，菜市场就是一个比较吵闹的地方，哪个菜市场不吵，剧组拍戏关普通民众什么事，明星就这么高贵吗？剧组扰民的行径让众多网友相当不满啊。